然后人家那个人家长去动岗，人家信小区嘛，人家特别好，他说哎，那座椅板凳我就都坐一天都不会，就是带那种，就是带就是带那种符合人提供学的那种的，就是不是说人家解放不给你配，只是老师跟你说家长看不上，看到别的班都换了。那这个座椅板凳咱能进去看吗？开家长会的时候。那就老师会给你拖进来一个给你看，老师在前面开家长会，你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些。